呀！边吃烤鸡跟意大利面。作为业务来讲，吃烤鸡，烤鸡会好哦。为什么？烤鸡啊。哦。你要不要喝太多？你要喝这个。哇，今天真的是这几天真的是热爆了。在火锅店里面也是超级热，来帮你们剥烤鸡哈。然后你的绿萝，面面来的哦。我的是酱汁。奶奶，喵喵，又热，好喝。我带板。妈妈，你们是要小下这个？这个不用，被爸爸用就好了。我会给你。肉肉。哇，好香哦。妈妈，他们肉肉是不是？就是肉肉啊，你要鸡肉是不是？来，妈妈。爷爷。我放这啊。好吃啊，那我放啊，放旁边好了，我放这。放旁边。对。六。好久没有手扒鸡了。还有四斤的哦。嗯。好长一张。好长好长。哇、哦，好烫好烫。那好长，这个。妈妈，这个好长。没关系，它关了。好长这个，这个好长，这肉蛮多的耶。嗯，刚刚好吃。来，妈妈喝一下吧。这个鱼在哪呢？剥到淋漓尽致。这个鱼在哪呢？你说吃一点，是不是吃一只腿？七十八。在冰箱旁边，旧冰箱，旧冰箱，好，一起去，小心点啊、哦！对，他吃一只腿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剥这只烤鸡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少了一只腿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好剥哎、欸，我怎么会这样？我觉得它比那个……放冰箱啊！哦，得到了。鸡头就不剥了哈，鸡腿先留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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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屁股在那吗？好，那要叫哥哥。啊，你做那个。妈妈狗狗都听听。好。应该差不多。好。鸡腿留着。哦。嗯，你要吃你才吃。妈妈要不要用这个撒在这上面？然后你吃的时候就可以。你要吃吃多少？对对对。我要肉肉。吃多少用多少。嗯，好吃哎、欸！手酸，那你先吃。好，这个吗？披萨。帮你用一下，给他又找，给他帮你变成吃哦。那我们今天跟阿 U 两个人是卖三明治，太辛苦了。真的，他现在是小店长，坐在门口。小店长。
坐在门口接客的。因为门口比较凉一点嘛，他坐在那边，然后客人来在他面前，他没注意到。他长心动了。对，还有说卖三明治。请稍等一下哦。我说，请稍等一下哦。还有就是像那种以前那种看到港片茶餐厅里面的服务生，柜台那种，就是做自己的事情。客人问的时候，还有哦好，你稍等一下哈，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马上冲过去。我说，请稍等一下，因为你跟那个对对对，我们是需要。需要你帮我喊一下，对，因为有时候我在里面是比较忙这样子。在前面吧，在前面。好大块肉。嗯，拿回来，拿给你。哦。没办法。太饿了。你吃肉了。谢谢。你知道我们在店里，怎样？大力汉、小力汉，忙完才知道饿。真的。回到家放松一下，明阿仔终于放假。但这几天台湾的天气真的很可怕。哦，真的。真的。很热。真的很热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冷呛的。对啊，是不是没有清洁？那风都不是冷气的问题，是真的太热。外面的问题。还是因为里面没有清洗、啊。有啦，有在，还是有在清洗。爸爸妈妈。啊。不是因为我们，我头发很乱。不是因为我们室外机有，等一下给你看，等一下给你看。等一下给你看，我们室外机照的太阳比较热。对啊。然后家里的温度也比较高一点。哦。这个。我觉得我女儿也是个帽子控，她每次都看我戴帽子，她就一直很想拦止我的帽子。好了，我先吃，先吃，吃完给你戴。好不好？快吃，快吃！你要带吗？啊！哦，好，来。我帮爸爸。好。你好适合哎。哇！你好像《盗墓笔记》的薛莉一样哦。哈哈哈哈。你戴了帽子就走掉了，不给大家看一下？嗯？嗯？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！看你多可爱啊！你跟爸爸。啊，不然你过来跟大家拜拜。过来跟大家拜拜。好，来来，过来跟大家拜拜。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采茶姑娘。